常常来，常常带女儿来看屁屁。女儿要出生一下吗？麒麟，那时候大概三个月就会换一批了。他们长大长很快，而且养很多。每一笼有30只，我们都上次都会看他们长大，然后被送走被宰，然后它的营养就进入我们身体了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刚跳完舞，平常我们白天有时候也会来啊，现在是晚上。哎，你看一下隔壁应该在睡。来，这一笼在路灯下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像不到半年就可以养来被我们啃掉了。是说猪每天过这样吃喝拉撒睡的生活，半年也算是够了吧？重复这种生活半年应该够了吧？其实你觉得咧？对，所以我们做人如果只是吃喝拉撒睡，真的也意义也不大，也不用活太久。所以要活得有意义，多做一点事，多用大脑，多尝试不同的事，是这样没错吗？点头，非常好。欸，这边好亮哦，同一条路上，这边还有养羊的，这是以前我们的同事退休了，都不叫了。然后旁边是养马的，拍个几只都在这里。感觉这附近就是很多，没有很多啦，就三种动物可以看 Piggy, Horsey and Goat, 山羊 Goat。 咩<笑>